上班汪的福利来了，腾讯首播的你好陌生人从本周起将在每周二早上9:30准时给你们送温暖了。而今天开播第一期的正能量就来自你们最爱的热巴小仙女。面对在她面前摔倒的陌生小哥，热巴一开始被吓了一跳，然后很快的上前扶起这位小哥，还一直关心的询问他还能不能走。这份暖暖的关怀应该可以物化整个寒冷的冬天了。对陌生人都这么暖心体贴，热巴对粉丝更是大写的傲娇宠。有粉丝晒了一段送机视频，热巴穿着黑色皮衣和牛仔裤，还戴着黑色鸭舌帽，俨然一个帅气酷狗。他一边吃着酸奶疙瘩，一边跟粉丝们闲聊。有粉丝想要他给一位当天过生日的粉丝送祝福，热巴故意装酷不答应。可到了登机前一刻，热巴突然转身面对镜头说了一句生日快乐，这份惊喜送的实在是太可爱了。可以请你说一句祝大 C 生日快乐吗？他今天生日，昨晚男朋友都抛下了来找你了。我刚吃了快餐，拜拜大 C 生日快乐。这样爱豆力 MAX 的甜热巴，有没有暖到你们的心坎里呢？